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回应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方舟啊。现在玩的叫沙漠篇，我现在沙漠也待不了了，平原也待不了了，是吧 ？OK， 继续复活那个地方是哪儿啊？复活哪儿啊？复活哪个地方啊？小伙伴，现在让我哎，有个包，我捡去，不是我自己的包啊。我去，捡了好多呀！捡了好多，大哥，我回家，喂，我蛇精走位啊，你追不上，哎呦我的妈！哦，捡了一个包，确实捡了一个啊。那上一次是我村倒霉啊，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我先回家一趟啊，然后把东西都捡回去，我看看捡什么玩意儿，刚才没瞅清呢。咱们有一个东西啊，什么东西呢？叫墓碑的东西，可以把东西给找回来，是吧？把东西存在家里边，然后再去。我看看我都有啥啊？嗯，一个破盾，盾有用吗？有点成长药瓶，有个秒熏药，也没啥玩意儿啊。存起来，全存这儿啊，就存那边。我存这边吧，这里边存的多啊。还去捡破烂去啊？哎，我真是。成天捡破烂真是烦死了。好，我看看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一下的没啊？子弹，麻醉镖，然后这个回血药多余拿啊，啥都多余拿是吧？我想要个这个呀，这个黑曜石就要六个呀，这个毒毛啊，哎，这个我能做一个吧？你把东西给我，毛我看一下啊。有个毒毛也强不少呢，黑曜石需要六个，我的黑曜石呢？那我先存一下啊，我能做毒毛了，等你有龙以后就用吧。行，我有六个正好。小伙伴们，要不我那什么得了，我死了，我去从那个我的那个秦龙那边拿回来那个材料，我做个毒毛，我驯龙不就完了吗？巨型射足兽啥的都可以驯了呢。这个，哎，行不行？去你的吧！我去，不行啊，这啥破盾牌呀？这一集不是听我的吗？行，听你的。快把我打死，我累了。喂，打我呀！快点吧，快点吧。我看一下啊，回到雪地，行。那我现在就去啊。那我还去吧。身上没有什么，一直攒呗，是这意思吧？哎呦我去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会飞的小伙伴们，哇，好帅啊！我想要它。我去的！喂，别打我呀！我说你帅，你还打我？哎，你是人了？我去！哎呦妈！哎呦妈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打！我捡点破烂就行。你们打！我去！什么动我呢？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小伙伴说捡到一个好一点的毒毛不就不用捡了吗？你觉得我这样式的好捡吗？这哪儿啊，越来越过分了，每次复活的点都不一样，啥意思啊？什么玩意儿呲呲的，这地方是他吗？什么样的掉？我记得紫色的掉，就是飞的龙，他死了也掉东西。咱们看一下啊，这都冷了。紫色的掉，我记得，别的龙好像不掉。你怎么梦着我了？你咋的你？你装啥呀你？哎，他打人不疼啊，小伙伴们。他打我才36。他是个赶路的好东西啊。那走了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去。偷我东西你啊！
我打他六，他打我36，两个菜吧，真是，还让我去啊？做个毒毛得了，抓个巨型射足兽，他不香吗？又跑这儿来了。我小伙伴空气非得让我这期听他的是吧？他说我发育的太慢了，这么的也没感觉出来太怪啊。红的不掉是吧？我记得紫色的掉，有包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有啊？动物尸体里边都有包。哎，有个包，啥破玩意儿？动物尸体里边都有包吗？哇，这边还有个泉眼呢，这有个泉眼。哦，有个包，犀牛角。哇，好多包，这怎么感觉全是我自己的包呢？都不太好哎。这被打死了。他怎么他得拆啊，小伙伴们，把他卸了才能打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，啥装备没有吗？随便给我整点啥，就我刨一下。这你说这都给我累的，我要冻死了，快点把他打了，是不是就掉包了？哎呦我的妈，包呢？没有包啥意思啊？有件衣服，还有包吗？我整个一捡破烂的，我去的。拖动尸体，哎，现在咋办呢，小伙伴们？没有包了吗？我是挨冻的状态是吧？我升级了，我应该升级，我加什么？我加移动速度吗？我跑得快点呗。有个包，看到了，地狱猪。哎呦我去的！啊，我这，我捡，我就捡。前面有包看到了，谁不想捡呢？旁边有一个地狱猪，旁边又有一个猪，叫熊子熙。哎，他们干起来，对对，打打，往死里打。有包没？咱们观察一下啊。就这几个地方来回复活，不一定在哪儿。对，打打打。有包吗？我猫起来吧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你是大狗熊。没有啊，啥也没有啊。哪有包啊，一个都没有啊。现在怎么办呢？没有包这儿。我直接死，没有包我就死，然后随便随机刷一个吗？哎，过来，喂，那边还有一个，那边有个施救，施救应该掉东西吧，蓝色的，喂，喂，这儿呢，喂，去你的吧，我去你的吧，哎呦我去，我看到包了，我自己的包，没事啊，你看他就随机这么来回刷，不知道在哪儿。就是来回这么刷新，来回死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就能看到包。细心观察一下啊，有时候就有。你看刚才是那边死的，这啥也没有。哎呦我的妈！好几个包，下面那是包啊，是死啊！我绕一圈下不去吧？他们得打我呀，半道啊！我看到包了，好像。哎呀，太难了！我要是有八条腿该多好！哦，是他啊，他去那个我那个包那地方了，我要捡那个包，是这儿吗？哎呀哎呀！
啊，我真是服了，我就捡着一回就，啊，我真是服了，在哪儿，在哪儿？有时候一那个复活马上就能看到包是吧？把那包捡起来，咱就任务就完成了。听明白啥意思没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怎么啥没有啊？这是刚才我掉下去那地方吗？是是是，我都快把地形背熟了都，这回就好掏了，我感觉。没有包啊，没有包。我想把那个地狱的引到那边施救那边去，冰施救那个好像是。有包，俩包，快跑！包包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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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跟我没关系。快捡，快捡！啥破玩意儿？啥破玩意儿啊？地狱猪啊，下来啊，把他干死呗！他能有点东西，蓝色的施救是吧？啊，我真是，喂，你哪儿呢？哎，他就搁这儿来的，哦，搁那儿呢。喂，哎呦，看着我了，我跳，就这儿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，你们打，你们打，你们打，猪啊，下来啊！猪没下来，猪啊，你给我下来！哎呦我去，哎呦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往他那边引！哎呦我的妈，给我烤糊了！啊，我真是服了呀，我呀，好不容易发俩包，俩破烂呢。下边地形记一记啊，地形记一记，这是哪儿啊？哎呦，什么呀？我都没反应过来，就给我干死了！哎呦我去！猪，我离得远点啊！有包，有包，有包，包包包！快点包！哎呀，我没捡着！哎呀，我去，这死猪，有个秒熏药里边。没事没事，嗯，不要着急，不要急眼，一步一步来，先观察一下啊，哪有包？你干啥呀？蛇形走位，哎，对，蛇形走位，哎，他们拿我一点办法没有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我去的，孙子。包包包包包包，快捡！啥破玩意儿？包包包包包！别别别别别别别！掏掏掏！哎呀，秒熏药！还有包吗？秒熏药整一瓶了啊！给我来个毒毛啥的不行吗？核弹大师，狼过来了，我给他们引到核弹大师那儿啊。犀牛，有没有包啊？有个包好像是。核弹大师，哎，你打我个，哎我去，哎呦我去的，啊，我真是服了我。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有没有包？先观察包。哎呦我的妈！先观察有没有包，没有包就给他们引过去，给他们让他们打架。小伙伴是见好就收吧，我回去看看啊。那咱们先回去。对，然后呢，咱们把东西收一收，看看我们都捡什么啦。这样玩好累呀，小伙伴们。好，我死了，然后我就一捡，这样算不算作弊呀，小伙伴们？弄老半天，我就攒点这破玩意儿啊，就攒一个，还是50%的秒熏药。
啥玩意儿？反正也行，总比没有强啊。我要正常自己收集的，我挺费劲的。嗯，都给你。秒熏药，我现在我看看啊，秒熏药有两瓶，一瓶是100%的，还有个是50%的，然后有这个，这两个是减的。嗯，还行还行。我想做一个矛，哎，我看看毒矛，有一个是黑曜石4个就可以，我现在马上就能做一个。这个得152个黑曜石，他俩怎么差这么多呀？这个更好呗，传说级别的，这个呢优秀级别的，这需要20个，那我就先来这个次的吧，小伙伴们，来这个次的，就原始普通的那个毒矛，我材料够，我得去把那个复制龙那边给弄了，不是那个叫啥来，那是你没遇到好包。先做一个呗，那个次一点的，行，弄到那个秒熏药了还可以啊，行，好好。